看，2020年有三个星座要发大财了。炒作虚拟货币，那时候是我可能收入最高的，那时候一个月就会400万。嗯，母羊，狮子，射手，2020年有可能发财的就是这三个星座。Happy 月财的台资深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收听第一金。